对待这个舞台，认真的不光只有他们，还有史丹利，他们在做复合肥这件事情上很认真。更好技术，更好肥效，史丹利复合肥。本节目由史丹利独家冠名播出。来吧，告诉我，各位的判断，谁能够成为本周的周冠军？你们大胆预测一下。哎呦，我周美预测一下。来，我反正我也喝出去了，我看看一号。恭喜五号，恭喜五号，来，云朵都定了。我也支持一号吧。嗯，一号。实际上是这样，说句实话，五号从香港来的陈佳佳，就是你这个选手是我来到星光大道以来特别特别的一位选手，就是你性格上的一种优点和你的惹人喜爱，能够掩盖掉你所有的才艺上的不足。嗯，就是喜欢你，就是喜欢你，没道理。傅林老师也请您大胆预测一下。建设兵团第三代非常不容易，你看他背后的故事，那一个热火朝天的，或那一个激情岁月的年代啊，特别值得留恋。但是兵团三代人能够有他自己的选择了。这我觉得我就不说了，你都懂的。这个我也赞你。歌唱也很不错，希望加油努力。接下来请投票。你们的声音评委根本听不见。几号？一位是有实力，一位是超级萌、超级可爱。
唱的不好呀，因为大家太喜欢你的表演了。各位老师，请为今天的双冠军颁奖。有请。还有一个哭成那样的冠军，就像豆豆说的，这个性格超级无敌好，很特别的选手。来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获奖感言。两位获奖感言，好可爱。你没输，你赢了。你知道吗？他为了练昨天的那首歌，练到半夜，早上还在练最后一首歌。我觉得挺对不起的，我来也没有把我的国语好好练好，然后我歌也唱的不是很好。你那么可爱，大家都爱你，超可爱。那你就好好练，我们月赛见，好不好？我讲感言，赶快说，根本完全没有准备，他不知道自己今天会获奖。谢谢哥哥。嗯，月赛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超可爱。来来来，圣洁，要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，特别感谢我的导演，还有我的舞编，各位化妆老师，还要感谢我的群舞团，感谢我男朋友，感谢我家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准备一下，好好的在月赛上表现。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真的有我们每个选手他们的眼泪他们的笑容，更多的是他们的梦想，因为这里是星光大道百姓舞台，实现梦想，点亮未来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